同道们，那么在这个我们国家呀，那么正在庆祝这个国庆筹备期间，我有金秋祭祀，那么国家中药管理局给吉林省卫生厅、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我们来举办这一个交流班。那么通知我呢，我们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些东西，因为时间很仓促，那么我就把一些稿子啊，那么寄来了三篇。那么也不知道叫着讲的这个时间呢是多少时间，那么看到今天这半篇时间呢，这三篇这三个内容啊是不可能就讲完的。那么我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一个是内经这个念经呢是发挥这个补充内经之不足的，这是第一篇。那么第二篇的话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学习一些理论和临床紧密结合实践的一些书籍。当然这些书很多了，那么说来的我们同志里面层次很高，都是副主任医师以上，还有博士生甚至有一些还有50多岁的老同志们，你们都有很有经验。那么我想介绍什么呢？介绍近代的一个清朝的是安徽涉县一个医学家程仲令。那么安徽啊有一个新安画派，就是画画有画派，那么还有个新安学派，包括我们本草北药那个医方各科这些方面都是那边所编辑的。那么这个人呢，程仲令编这个书啊都很严肃认真，他行医30年以后才编这本书，不是像现在当然我们的有些人编书是好的，但是他没有临床基础，也就是说杜甫唐朝大诗人批的，说纸上得来终叫浅，纸上谈兵没有临床是不行的。因此他这本书很实用，当然别的书也很多了，像伊林审美金贵义墨阴政治、雷政治才等等。那么想介绍程仲令，又重点谈一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个人在治疗这些年来治疗一些疑难病一些学习和体会。那么今天呢，我想呢由于都资料都有了，我想重点呢把这三篇里头重点内容简单介绍一下。那么重点呢是在我这个临床治疗疑难病方面你们现在随着疾病谱的转移，药源性疾病和医源性疾病的增多，我面临一些难治病每天所碰到的都是不像你们在第一线
那么一些急性病，啊，我们说碰到的多半是慢性病。那因此，我想重点呢是第三篇。那么咱们翻到第一个，啊，253页。那么由于他们这边做了大量工作啊，那么这个印书啊印的也很急，啊，急得这个晚，因此校对方面呢，那么还有些错字啊，你们回去可以改一改。像第一行，只以文章的形式是标形式解释了，这是标字啊是错了，啊，说有的错字啊，这就不再多耽误时间了，啊。像第二页254页，第四行，则解为问答释义，是答应的答，问答，也就是对于咱们这出的题啊，是问答题，啊，不是问题释义，啊。那么第二段，那么第四行，越认受昌藏君之命，不是举，啊。君子的君，昌藏君，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这篇文章啊，本来我写的时候是南京对内经的贡献，但以后他们呢，说你这个题呀，是不是改成增阳学和南京，啊？下面我想把这个南京的学术程度方面，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学习的体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现在中医诊脉的方式啊，叫督去寸口。为后世不调之祖，这个调呢就是庙的意思，祖的祖宗就是始祖。说过去的皇帝啊，或者啊，他这个坟墓，他的始祖这个坟呢，不能迁移的，别人坟呢，越的以后了都可以挪动，啊，这是张山雷给他下的评语，我把他拿过来了，五条之祖。那么南京啊，这个村口我们知道，啊。是督去寸口，以决五脏六腑四圣吉凶之法。五脏六腑啊，这是中史，要去寸口。第三段啊，那么这是肺跟食经络有密切关系啊。那么因为肺呀，受太阴肺经。它是补气，啊，然后南京也讲到了气助息之，血助濡之，啊，那么气能推动血液的运行，啊，因此我们说，通过寸口脉象的变化，都可以知道食经络、五脏六腑的邪正盛衰。确立了督去寸口的理论根据，同时呢，他把内经过去三部阵法，头部、啊、足部、耳部的颞乳部这些内经的三部脉法简化了，啊，简化成什么呢？就是三部九候。18难之处，三步者寸关尺也；九候者腹中陈也。在确定寸关尺的部位时候，你们都学过基础理论了。首先要确定关部，啊，那么这个关部呢，
丈夫高骨好为官，不是这个骨头，不是这边骨头，是这边骨头，啊，这是高骨，不是这后面。确定官部，再定寸部，啊，寸是阳，尺属阴。另外，在这个墨学分布方面也很有道理的，啊。那么为什么这种分布呢？这也给中医的五行学说啊、五脏相关学说有关系。因为你从下面看，肾主水，水能生木，木能生火，命脉火能生土，土能生金。可是你把它分开一对上来，是相克的。心火要克肺，木能克土，肾水也跟命门它两个不相容的，啊，至于六腑啊，那都是一样的。这今天简单讲一点，因为脉学现在我们都不重视了，啊，你要出国出去看病，到东南亚，到哪地方看病，他也不跟你讲，当然这不对的。他把手一伸，这是华侨啊，就讲给你号脉。所以，这个脉学啊，我们大家还应该重视起来，啊，应该多读一读，啊。那么，有人认为这《难经》啊，独得之秘，啊，三部有负重沉，是不是？负重沉，就是说我们开始取脉的时候，要清醒的，要让病人都知道你冒着这脉了。那过去的没有我们现在度量衡，啊，他就用那奇数之中，啊，几个数，这个倒数的数啊，量是那么小数那么重量来作为度量衡，诊脉的一种标准。用数的轻重多少来说明诊脉时用的指力，啊。另外呢，这个诊脉的方法轻重，你在诊的时候不应该先摁尺部，因为尺部是通动脉的血脉流动过来的，啊，应该向胸寸管尺下面管下摸。你把尺部一摁了以后，它上面没有了。说现在我们都看这个表了，是吧？七十二跳，一分钟多少？那过去没有表啊，它要定呼吸。也就是说你得凝神定志，哎，你呼吸自己的先跳水，跳水以后你才能把那脉摸好。跳多少中医叫接待脉也好，啊，那么换脉也好，都是通过你的下面摸脉，哎，跳的次数来决定的。那么另外呢，他还很重视这个尺部这个脉，还有脚部的脉，啊。那么《难经》提出什么呢？尺脉的重要性。十四年说了，人之有尺，有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这脉有根本，人有元气。说因此我们在诊脉的时候。上不明白了，我们就要转扶阳，啊，扶阳，也就是太冲跟太息，就尺部这个脚上的脉，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肚脐寸口的脉呀，就已经发展到完善程度了，啊。当然，后世像王楚给他脉经啊，给这个平湖脉穴啊，都很有发展。包括李仲子的
买家证言一直产这些贸易都有发展，但都没有处理他这个范围。今年张善类啊，这浙江的一个中医学家，他就誉为啊这个杜去孙侯，这是后世补强之祖。苏庙他创的，你不能移动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把七经八脉啊补充了，因为内经啊这七经八脉还不完备，说中医学本身是发展的，同志们历代都有发展，不是说中医不发展了啊。那么南京在继承内经中有关经络学术的基础上面几期要点，对经络的长度、流注次序和运行的规律、手足三阴三阳经行气绝的症状和愈后诊断，都做了一些简明扼要的论述。那么25年还提出来了，有12经、5脏6腑、11耳、7经的何等经也？那这就提出来了，手少阳三标，什么问题？是吧？现在我们学这个吴鞠通在《文明条辨》提出三标辩证，怎么根据来的呢？都从这边来的。那么因此他提出什么呢？是具有名无实，他都画了登记了，说胸膈啊以上是上标，气腹部以上是上标，一直气下以后是下标，三标啊。那么这个问题提出来就引起后世争论了啊，这就是不善于学习啊。那么七经八脉我们知道在孤空论里面啊，都在内经里面，三经有孤空论啊，还有灵枢经末度篇都提出来了，但是还不全面啊。那么在这个27年都对七经八脉的名称那么都提出来了，那么另外对他为什么叫七经那么也提出来了。那么29年也就是七经八脉的症候说过去内经呢还不大明确啊，这就对我们的经络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他把肾呢分成两个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元阴元阳，是吧？从哪来的？也从这来的啊。36年提出了两肾者非也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为生命之门户，主神经之所舍，元气之所吸也，男子以藏经，女子以细胞啊。那么这就说明了这个以后这个命门学说那么就引起来了啊各大家的重视。你像这个薛立斋、孙玉奎、赵阳奎，还有我们张景岳，这个明朝大家都对这些都很重视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他对《伤寒论》呢，跟《伤寒有五》，那么又对他《成热论》而提中经，对中经学说又发展了啊，启发中经啊，那么助力这《伤寒论》。那么张仲景在《内经》《南经》的影响期底下，经过反复实践，
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也叫伤寒毒病的杂病论，里头包括经过药照的啊。那么第五个，他是光气之则，吹发后世于无穷啊。在治则治法方面，南京呢有很多的建树，给后世的很大的启发。77年提出来了，所谓治胃病者，见肝之病，则这肝当传之于脾，故显失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泄，是脾论的观点。因此，张仲景在诸多伤寒杂病论、经过药照里面，那就提出这个观点，啊。他根据这个疾病传染规律，先按受血之地，包括我们后世近代清朝的医学大家叶谦士治疗温热病，提出先按为受血之地，这个思想从哪来的？也是从前人的经验基础上、前人理论指导下启发下来的。在治疗上采取了很多的预防性的措施，从而发展了内经上工治胃病这个理论。特别是14年治荀之法啊提出来了，荀其肺者益其气，荀其心者调其营卫，荀其脾者调其阴之，使其寒温，荀其肝者缓其中，荀其肾者益其停，发挥了内经虚则补之的啊谋之，丰富了治疗虚心病的方法。那么提出吗？以循肺而循心啊，是吧？一个从下，一个从上啊。那么直到今天我们来治疗这个肺气，是吧？肺气虚，那么我们要用补；要气逆，我们应该要降；啊，气陷应该要举，是吧？就是根据这理论上逐步发展而完成的。调气营卫，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像我们医院普老，就用桂枝汤调和营卫来治疗心脏病。那效果很好，啊，说我们治疗这个病啊，不是都这个活血化瘀问题，这因为本身就是血嘛，一个气血问题，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这治则呀，哎，那么对于我们指导临床这五脏的虚损。包括后世一家出版的书籍《历史原件》等等书，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另外呢，他还要有啊，像泻南方、补北方，这个治则呀，并不单单使用针灸说法，推而广之，各科都可以用。你们像张仲景的黄连阿胶就是黄汤，阿胶我们是补肾阴的，补血的，是吧？那么黄连是清心的，你们像政治尊胜提出来，泻南方则肺金平，东方补湿，和脾上之药。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补虚和肺热之有，是吧？说这些呀、都是在预防、治胃病指导思想下面来提出来的。也就是我们治病啊，要有预见性，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心火不旺了，那么他肺气就停了，
他就活了不能行进了，是吧？说这个道理啊，你们都知道，回去看一看就行了。第六个，他敢于创新，丰富的针灸疗法。你们过去啊，《内经》里面对这个五脏五腑、六腑六腑，做过，但对五腑穴的主治症病症没有明确交代。那么在68年里面就提出来了：静住心下门，应住神症，竖住体中跌痛，颈住喘咳寒症。何助逆气而泄？这因此我们在治疗中风、急性中风病的时候，我们要精血放血，实宣出血。或者脚上放血，这就是顶住心下门，应住神症，都采取根据这个方面来的。那么尽管它还不够全面，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啊，因为那个时间在内经这个南京这个时代啊，比江东京还早，说天门给歇了，成熟年代，这里不再交代了，对于针刺法，过去啊都强调刺手，什么叫刺手？就扎针这个手，右手。扶着的左手，你们这里面可能有好多同志都会针灸，那么甘于提出他创建，那么过去古人呢，《内经》里面讲的针灸的是顺逆往来，呼吸出入，针锋相背，应对不懈，那么这些呢，应对不懈。那么南京呢，他不囿于前人经验，他甘于之意提出创建，以本经穴位的先后的穴位作为补穴，他下面举这个例子作为用穴补穴，两者意虽相近，而实际上就跟现在我们说五腧穴那么这个手不过肘，脚不过膝，这五腧穴都在这下面呢，这效果都很好啊，跟这个有关系。我们60年才编针灸书，就是给外国人编书，编这个针灸中国针灸学概要的时候，就把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五腧穴，有个特定穴。说这些方面呢，在书法方面得到重视和发展。那么特别他提出的一个指挥针者心其左，不指挥针者心其右，这个见解对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你们一般人都注意刺手，扎针，我用你扎针就行了，现在不用压手了，那这一按就进去了。你们这个左手啊，它有招贴、循按、循经啊，它通气的作用。说你那能压这时候了，扎针时候，底下针一来了，起针以后，你这个左手先知道，右手先不知道。这个都有体会的。那这些年我就不搞针灸了，文革以后没再搞针灸。往往忽视。压手不知道左手有招贴、熏按、探怒、后气补贴的功能，对于加快进针、减轻疼痛、促进得气、提高疗效方面有不可思议之妙，说明这个南京这个作者有临床基础，他没有临床基础提不出这个见解来。
这个教刊呢咱们就不提了啊，因为教刊这个本子咱们有些本子咱们就属于这个教刊学了训诂了啊，就不再提了。那么学习念经三法啊，261页最后啊，我归纳了三点。念经一书啊，离取深远，非足意了。他的理律呢很深，文字很简练，不是一下就能明了的。因此学习这个念经呢，应该讲究学习方法。那么第一点呢，我个人体会啊，要通读原著，参阅注释，明文义，也就我们跟读《伤寒论》一样，你就全背原文，背着原文以后啊，少阳之为病，可古言干蒙骗，是吧？那么你把原文背了以后，你再理解它，是吧？那么你越读多，读一遍，你体会一遍，加深你的理解。那么学对这个经典诸多，因为过去啊都把学习四部经典诸多把文明条变拿到里面去了，把念念经去掉了，这我又鉴于这个意见我才写的这本文章啊。这念经过去在宋朝以前都作为必读书，因此我们读的古典文学古典一滴啊，我提出是这个宁拙勿巧，我们的方法宁笨，不要巧，不要抽筋去巧，宁拙勿巧啊。第三段啊，就通读原著的下面第三段倒数第二行，初学的时候宁拙勿巧，宁慢勿快，你慢一点，不要那么快，贪多啊，求快。宁色勿化，色呀是东西呀，叫这个味道那么不好吃，哎，不要一个吃甜的那个光滑的东西，一吃就下去了，是吧？这样子啊，你才有这体会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溯源随流，尊重历史看发展，尊重历史，是吧？我们今年是多年了，是1999年，也就进入21世纪了。他那时间是在汉朝以前，秦汉的时候，张仲景以前了。张仲景都上海人就印了80年了嘛，是吧？成了书，没成书过就是传朝的，更早，是吧？所以因此呢，我们要除了《内经》啊要参考之外，我们想有些近代的书，像《诗词经发挥》，程丹安先生的，那么好多的书啊，那么《七经八脉考》，是吧？都应该看一看。当然了，我们呢要学习古典著作、古典遗迹也好，我们要普悟入真，也就是把那不对的地方要吐故纳新。我们要汲取精华，去除糟粕。当然，它限于当时历史条件，那它有不够恰当的地方。我们这个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对待古人，不要可悲他，是吧？你要多干有费。现在这个地方，这样心有七孔三毛，是吧？现在有人注解了，说这个呀是根据这个易经，这个图啊是左生右降来的，是吧？这个干的左干是它有根据理论的，根据易经来的，啊。那么在这个诗词经发挥里面提到了干是在右，因为过去中医书啊它不是那么一种系统，都是私人开业。信息不灵，不得讲像我们今天那么100多人，
那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此呢，我们呢应该有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对待古人这个这个理论来看。第三呢，很抓要点，身凡经验重实践，要在实践方面。就现在有好多人，他讲开课的时候讲得很好，头头是道，但是就不会看病，一到临床傻了。现在还有一般的人专门学着挑这个毛病的，你们他也很进步了，叫这是实际啊是无知，他没有体会。那因此我们讲呢，要重视理论研究比如他这里面治孙之法，是吧？命门理论、三表元气、七冲门、八会穴、针刺手法等内容，是吧？说这些方面那么另外呢，你要知道跟现代的也要结合起来循其感召缓其中，是吧？那就是素问藏气法师论提到感护及及时感以缓之。你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中这个本草备药或者是本草纲目前面都有五脏苦郁都有，说就我们学中医学院你这教材呀只能算入门要打算升堂入室进到中医这个重经的堂的话还比较多读书不可以你们感欢呢是吧？但是这个最后啊只是这一段我以念经会考这一段话，苏东坡楞伽经八作为结束语，他说呀，如一直有念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大者甚而明之，入判奏主，入主奏判，无不可证。若出心意而取而弃旧学，以为无用，虽欲无知，则况而已他就说呀，后世啊，如果说认为呀，他是学的不对，把旧学扔了，以为没有用，那这个人呢，不一定是愚昧无知，就是太狂傲了。不，这个虚品一个态度，是吧？譬如离俗一时，不由经论，只受药方以治疗病，虽非不重，这愈病辍影，宣判生死，非与之经学者不可同日而语矣。就是现在我们也一样啊，就愿要几个方，有人一来了，说你老师，你给我讲几个方子，能治什么病？一个方子，现在研究药也是一样的，一个味药。一个药单有效成分单体，是吧？固然有效，但是这是咱们中医从单位药发展起来的，才是复方了。那么日本在我学医的时候，我就学日本的高丽药理药化，这药的这个分析成分呢，我就学过。等国药提药啊，与大王那边那说是50年代、40年代，我就学过。那么现在日本翻过头来高开复方了，所以因此我说呀，就是我们呢要眼光啊要看远点，不要净跟人家别人后面跑，是吧？人家都不高了，你还高了，还高单位药，当然有好处，我们要高清它的成分，但是它大分子不好跑说我们治病也好，不是一个单方一个药一个方子就都能治病的，你们都有这个体会那么这是世人突见有志之功，
会绝于不认，因为念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就说这念经啊，是建议同志们呢，有时间的话，要我看一看，啊，看一看，这是我初步学习体会啊，不当地方供你们参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一些新物啊，他们是有安徽同志来了没有？啊，安徽你们那边中医大家不少啊，这个出了很多名家，那么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研究院，这个也要提高，今天叫学什么书？我这个书啊读在后，在实用，理论不在多，而且能知道实践。那么这个呢，那么他们院长给他们介绍就选这本书了啊。那么这个彭国成啊，那么也叫彭仲令，是安徽佘县人啊。那么他对这个本书的话呢，他是教学生的，在教学生当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以后，他就记下来了啊。他就说每天要思索揣摩研究，直到他心里彻底啊明白了才会止，这个专业知识了啊。他认为什么呢？为什么叫医学新物呢？他说作为医生治病，性命攸关，其操处不可不认，其处心不可不思，非读书明理，不虑荒诞大悟不止，原作世俗一教无徒，该精之也。医学新物啊，这是他的这个叫书的名字。那么这前面这第二章就不介绍了那么这本书啊，266页啊，第二段，这本书在晚清时候呢有很大影响。那么这本书虽一段不是长篇巨著，但它切合实用，故蒋汉敦在《北华遗境》里面提出来了，程仲令一些新物女可预见，其从朱大家论说中真照深山而出之，自悟毫发无憾，这一个字都推销过的啊，并无近视印证之难等浅瞧随起，是吧？你们也可能看到叶天士先生这个《之文哲论》，那么很精炼，但他临证指南一案，咱们南方来的同志也很多，我们那个广州中医大学的附院的几个科长们都来了。临证指南一案这个词儿的描写很好，就是那个浅条细细，是吧？涂脂抹粉那样，那个句子都很完整，词藻很好，不是那么质朴。说因此他这本书呢没收施工，这就说他对这本书正确的评价。那么下面呢就介绍他一个学术思想，那么这里面也包括了我们学了以后啊，对我们开阔思路学习中医书籍啊有帮助了。那么程氏学术思想啊，是从这一难伤寒金贵夏季白家呀，他都读了。那么另外他提出什么呢？他提出了呀几个观点，
他说一道是肃令南京而下，要推重京，重京是治方之祖。这思想学出渊源啊，然重京论伤害，而文者文艺之志又未尝。就是张仲景伤寒论呢，伤寒热病是很好的，但文热病给瘟疫传染性疾病不够明朗。那么何简刘何简论文者瘟疫而与内伤不完美，李宗元对内伤了，法部中执著等论着实千古，与阴虚的内伤尚有缺言，那朱丹溪的苦而重之了，那么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啊，不天下之书籍而一道一大宣矣。他提出什么呢？不知四字之书，这四金元四大家合之则见其全，合着一块他是全面的，分之则见其偏，是吧？子弟宗四家而会同为一，一个是御用，这书乎不偏耳啊。这就说他真正学习啊，这古人这个方法。他在学习方法方面啊，他主张什么呢？学贵沉潜，就是说他树立的这个专业思想啊，这公共的思想的问题啊，说学中医啊，只能专心致志，戒骄戒躁，虚怀若谷，才能钻进去跳出来，受到事半功倍之效。那么基于上述思想，他认为啊，需强调学好中医，打好基本功啊。下面这就不说了啊，他特别注重医德了啊，这就说你们看看就够了。那么另外这个中药啊，是赖以治病有力武器。我现在尽管我们辩证准确，开的方子很好，但是因为这个制药啊，该跑的不跑，该治的不治啊，那么炮制失宜，以假乱真，分量不准，那么他对这个问题呢提出了七条的药物，提出七条，不仅对当时有诊断作用，就对我们今天就中药品种混乱来说，质量差啊，也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说有好多药就是假药，伪劣药品，是吧？我们再用药，我们开了半天，是吧？分量啊，我们推敲半天，一到药一弄手一抓，先药不按这个先下后下，是吧？所以这都会影响我们疗效。另外，他也强调的，这医生跟患者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标本关系问题，是吧？
这个呢你们都看一看啊，就是以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是吧？那么医生要给他们家属，给病人，给家属，哎，都取得一致意见，团结合作，才能治好这些疾病啊。那么第二呢，它是268页啊。那么他把一门八法呀，是紧密结合临证啊。说现在对我们看一看也有好处啊。你看这汉法，那么他提出来啊10多种啊，那么16种不宜汉证，就有发展了我们这个内这个文明啊，哎，给这个伤寒那坏病啊，合并病病啊，你这文明里头时温饥寒饥下饥吐，是吧？那么他这边都有，说你们都看一看啊。那么他别特别强调269页啊，一法之中八法被言，八法之中百法被言啊，八法被言，百法被言，缘起合法，就是不能囿于一法。那么现在我们看病啊，也知道了一个多发心中，是不是？我们用药复方就多发心中，都啊，这个药啊，多种多分来调整整个机体，啊。他说什么呢？所以数十年来心神灵慧历史而不扭着，尽见于此八篇中，说明作者是从长期临床实践里面心血结晶得来的啊。我们应该好好看一看吐法，最近这些年我们都不大用了啊。那么第三个下法，那么第四个是合法啊，我们这个都应该把它来深入把它看一看啊。你们这个合法呀，我们用的很多，哎，那么现在有些这个八法呀，我们用啊一般都是汉法，有些只要一种感冒，热性感冒一去到医院都是输液，是吧？我们用中药效果很快，是吧？那么今年北京那流感嘛，我们东直门医院、光明医院都搞些药，是吧？那个从这个治疗效果，啊，从精力方面都比较节约，而且呀效果快，花钱少，那么这个八法呀，我就不想介绍了，因为同志们都有功底呀，你们看看了。下面提出什么问题呢？我想把这个272页，辩证邪命，说理透析，学用一致，把这叫讲讲，对我们临床有好处。那么城市啊，有很高的理论造诣，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因此他不论在阐述理论和临床方面都是理论紧密结合之地，不上空谈，言简意赅，说理透析却有说服力。现在我们治病啊，你说什么眼啊，是两个火字，那火上加火嘛，我们就可以用清热解毒苦寒止咳。可他这讲了这火呀，有内外两大类，这个我们过去都学过，他这个讲得更深刻一点啊。外火就由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所伤和因湿而来的，在治疗方面因外来之火也叫贼火，主张取而不留，把它赶走，不能留着它，
那或者是体轻舌愈，劳逸伤身而来，也叫自火以脏腑失调而引起的。其治疗者应该宜阳不宜寒，要温阳。那么这最后呢，他进一步提出来四法。第一个要发损寒外属祸泄内郁这一生发，当然现在咱们又发展了，咱们有新民解表、新娘解表啊，那么还有肠胃型的感冒、暑湿感冒，是吧？内伤感冒等等，那么风寒的话呢，我们应该用辛温发表的方法。那风温的话，应该辛凉。那第二个要清内热积盛这一寒凉，要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